在817的生活中，绝对不能没有音乐。七姐，老师不是说黑板有号码的同学就不能碰钢琴吗？哦，没关系，我去看威奇少华弹吉他。原来是超级玛丽哦！
你要不要来听听看呢？不要。好。哦，没有，我想。你们太大声了，安静安静。哟，你今天看起来还挺有气质的。我们本来就很有气质，好吗？演奏一首有气质的曲子给你听听。
怎么样啊？啊，算你们强。哎，那你们打集团呢？我们一直都在啊，让你们瞧瞧我们的厉害，走。喂，你们要去哪里啊？ Hey bro， 你们要去哪里啊？你等等。人呢？人呢？也是我们的音乐。